会警察来源是不是，所以你就算用那种 POSTS 改自己的 domain 下去还是不会过，因为它有它基本的防御机制。那改成这样子呢，就是那我写一个机器人，然后它本身是一个 client， 然后本身是一个 server， 然后那我自己连我自己本机就好了，那这样就过了，就过了，就过了。OK， 好，那被害者描述，好。OK， 那 Morning Morning 又不是 Pluck 多了一个自定义表情功能，可以切分页，有趣。OK， 好，那看看它有红包，上面那个 Get Hard 有没有？那它有一个 Token Page， 那 Page 跟 Per Page。OK， 那写过 HTTP Server 应该很知道。那可是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我去别的网站做一个 jQuery 的 get， 取到之后我会被打掉。对，因为我刚刚说的，因为它有一个验证机制，那不能这样做。所以我写了一只 Sinatra， 就是 HTTP 的简易伺服器，可以贴入需求逻辑。OK， 那他说他需要登录啊。对，那很简单，那我可以把我 cookie 喂进去嘛，喂给那机器人，然后他就丢我 cookie 出去。那我就是 XSS 我自己啊，那 OK 过啦。好，那所以不过很抱歉，我要用别人账号 demo， 因为我写了这个功能之后啊，我自己表情很糟糕，不能见人，哎，拍谁啊？那所以真的 live demo。这是直接的结果，就直接丢结果哈。那左边上面那边丢 token per page， 然后 page 跟 per page， 然后丢自己的 cookie 复制器来贴上去 ，OK， 拿下去全部秀出来。就不过要包装一下 HTML 而已。那所以你甚至还可以做一个切分页的状态。那你想看几百篇都可以。那 per page 千万不要打到一万，因为波浪还没挂，你的电脑先挂。哎，相信我。OK， 好。他很多很多很多，所以我无聊，每天上去扫啊之类的 ，happy 一下。OK， 所以你会写一个 HTTP client， 然后把它包装成 server， 你就可以跑扫遍全天下网站，突破那个 cost 的机制，就是突破那个防毒机制。OK， 所以然而只要有心都可以完成大概吧。对，因为有一些网站其实它本身做的厉害，其实但多的还是很多，那还可以做到很多事情。所以请告诉你身边开发者该墨菲定律，只要会发生就一定会发生。那越有自信的工程师开出来的系统就越安全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怎么OK， 那工商服务时间，那如果想玩玩 Ruby， 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来找我也可以。那如果有心想当一个懒惰的开发者，就像我一样，那 Ruby 很好写，那 Ruby 的机器人也很好写。那请不要学我，到处看人家红包。哎，那很抱歉，我只能 demo 这个，因为其他的也很糟糕，我自己写的其他的东西也很糟糕。OK，thanks、okay,。